球證咧，今場波執法嘅就來自馬來西亞嘅球證嚇。好啦，咁啊，大連曼達咧，首先咧就開波先。咁啊，而家咧右邊咧策動一次啊攻勢過嚟呢度，睇睇啊呢個外援嘅哦，尼米石咧頂波嘅時候咧就係、是、頂波嘅時候咧就係、是、撳住人啊，因此咧俾球證咧係吹罰嘅。 啊！而家見到呢個椰心咧，就一刮刮過嚟，咁啊右臂咧係大連曼達嘅手圍咧頂住，而家仍然咧有分啊！李成協一個過頭波又唔掂，哎呀一打之下咧打個關鬥冇事喎，咁啊而家咧益曬咧呢個14號嘅費士堂，再斬去前邊，連米石攞唔到，費士堂一攔攔咗過嚟呢邊嘅椰心，椰心一彈。 白衫嘅咧就係南韓嘅蒲項濟江嚇，咁而家見到佢哋八號嘅崔曼石咧，兩隊兩兩卒之咧就費事堂攞到個波，有一彈彈過嚟啊！呢邊啊，啊十號嘅艾克隆咧俾咗隊友兩個咧攣埋一堆咧，球證哎呀第一張黃牌咁快啊！第一張黃牌咧就俾蒲項濟江嘅朴泰下，咁啊呢個咧係射手嚟噶，咁啊上一場波咧佢喺準決賽咧係射入一球波嘅。 好早啦，已經呢個17號嘅朴泰下咧就領咗張黃牌先啦。阿徐宏，咪將個波咧扯過嚟呢邊，咩俾啦俾咗過嚟孫繼海，孫繼海咧彈翻埋嚟中間，再俾徐宏，跟住咧側嚟米石，再橫傳過嚟呢邊，助攻嘅孫繼海咧攞到個波，一路喺左路帶咗，情之下睇出唔出到，一叫，哇省咗對方你腳喎，應該咧就界外球嚟嘅，冇錯，呢個波咧省到咧李成協啊。 呢個咧，蒲項濟江嘅後防球員李成協只腳咧彈出去，咁而家咧國球旗都跌埋，要插翻。好啦，插翻國球旗之後咧，就係大連曼達嘅後防球員孫繼海咧上前抌界外球，一打埋嚟博到個國球添。咁今次咧鏟咧就鏟咗出去底線，咁啊第一個國球啦，開波以來嘅第一個國球啦。咁咧球證咧就示意話一陣先，可能要搞搞支國球旗啊。 因為支國球旗咧又跌翻落去啦，咁啊而家咧就係繼續揸揾嚟咧。好，而家球證咧就知會咧就場邊嘅工作人員咧就要搞翻支國球旗先，支國球旗始終咧插唔緊。阿叔啊，阿伯啦，大球場越嚟越多嘢唔掂啊，啲草唔掂，而家連支旗都搞唔掂，咁啊點搞咧？啊，咁啊判俾我做咪掂咯。好啦，冇理噶啦，哎開出嚟先，呢個哎呀，好彩啊，頭槌。 一聲升起咗呢個波，跟住咧頂過嚟呢邊，咁啊再由咧呢個係，哎呀高而不遠啊！咁、呢個撲界下咧頂過嚟呢邊，好彩咧都解到圍。咦，大家都踢得好急喎、啊！呢場波喎，哎呢下又一個誤傳啦，咁啊見到咧15號嘅尼米石啊，呢、這個前節黑角腳嘅尼米石一撞咧撞橫咗呢個波，冇人接應，咁最後呢個波咧出咗界嘅，咁跟住見到高炳雲啊，蒲項濟江嘅高炳雲咧係準備抌界外球。 嗱呢場波咧，如果係90分鐘打和咧，將會有加時啊！採取黃金入球制啊！啊，呢個波直嗰頭啦，黃圖冇辦法咧追到。咁啊，如果加時都黃金入球，大家都冇的話咧，就將會互射12碼咧，決定冠軍誰屬㗎呢場波。咁啊，上半場咧打咗3分幾鐘㗎啦，仲未有紀錄，0比0。蒲項濟江嘅守門員啊，金利舌咧準備開呢個波啊！ 啱啱過咗前場，兩個都頂唔到。好，個波撞咗過嚟呢邊，咁啊跟住見到孫繼海啦，回翻後邊咧，俾徐宏，徐宏咧掛個高波過嚟右手邊，咁啊最後咧俾高炳雲咧頂出咗呢個波，兩個都鬥殘啊！呢個波殘咗過嚟嘅費斯堂，咁啊費斯堂咧瑞典嘅外援嚟嘅，一比就俾咗咧呢個尼米石。 尼米石一個斜傳咧，俾右手邊，哎呀唔得，俾對方嘅高炳雲咧係截到呢個波，跟住咧彈埋嚟中間嘅椰心。咁啊椰心點啊？椰心咧蒲項濟江外援球員嚟噶，哦扯過呢邊咧完全都冇人接應嘅。費斯堂咧攞到個波，咁啊再度俾過嚟咧呢個咧艾克隆前瑞典國腳啊，呢個10號嘅艾克隆啊，哎呀呢、這個波咧如果有人接應就好啦。咁啊最後咧回翻咧就俾金利舌咧就一腳咧扶咗出嚟先。 哎，呢個波睇嚟咧，應該咧就係蒲項濟江嘅界外球啦，因為最後足球嘅咧就係呢個黃圖啊，咁因此咧就係蒲項濟江嘅界外球。咁啊，上半場打咗接近5分鐘噶啦，仲未有紀錄啊，0比0啊。
大連萬達咧曾經喺格威呢個中國嘅聯賽入邊保持55場不敗嘅紀錄啊！咁今次正式向上屆嘅冠軍啊黃漢濟江咧挑戰。蒲項濟江一個過頭波，黃善龍咧擔住呢個咧就係張欣華去啊！咁一個亞洲嘅最佳中鋒，亦都一個咧係可以講亞洲其中一個好出色嘅釘人中堅，頭先互相嘅鬥法。徐宏相信會頂贏呢個波啊！唉，唔係啊，而反而係咧蒲項濟江十號嘅高盧華洛夫係頂到嘅，用膊頭咧係頂翻後。過頭波越位啊，霍海東係越位。郭海東在第一場入邊自己在下半場的中段的時間就入了個波啦。咁而其實黃濤咧入嗰個打開紀錄的波都是靠佢頭槌的輸送啊。呢個入罰球由孔文培咧係斬埋去啦，咁就向住右手邊嗰邊去啦。博泰下頂不到個波，試入去中間，尼米石咧係鬥翻出嚟，艾克隆在中場搶到，再拖過右手邊嗰邊。見到李明已經準備扣回入中路了，沒錯了，這邊有14個球員，是這個費斯堂，但是甩了不要緊，後面還有是這個15個球員，是尼米石的。李明咬腰，相信這個球應該被蒲項濟江的防守球員截到了，沒錯了，再由後衛的位置發動攻勢，幾下手腳已經接近半場了，再來一個咬腰落右邊底線，徐宏很老數。李明在中場失波，黃善雄轉身咬腰給左手邊，好了，今次高波斬埋嚟太過貼門了，應該益曬韓文海，冇錯。韓文海咧，睇佢咧都身材不錯噶，1.86米啊。咁其實咧係大連萬達球隊入邊咧身材最高咧，大家應該好容易估到啦，就係黃濤。孫繼海。等翻入中間俾捷克外援尼米石，跟住黃濤彈翻後，李明唔走啦，順腳俾翻右手邊，再彈翻地後俾李明，黃濤嚟啦！哎呀，今次咧大家都就住，咁啊對方嘅龍門咧金利涉咧亦都好醒啊，知道黃濤咧即使幾高嘅話咧，呢個咧係郭海東咧幾高嘅話頂唔到咧都漏曬噶啦。咁啊，費事節外生枝咧，甩手仲弊輸角球。好啦，黃善龍咧心口一挨，甩咗腳。咁啊，攞緊波呢個張欣華。咁啊，由於咧係大家同意啊，喺呢個賽事咧就撤銷所有之前啦累積嘅黃牌啊，同埋啲停賽嘅。保持大家都可以一個最強的人腳咧參加今次嘅決賽周的賽事，所以咧係張欣華咧係可以出場嘅喺第一場嘅比賽入邊。黃善龍走位斜傳中間，但係咧徐宏包得快。咁啊，而家李明點樣做先？俾入去中間，尼米石亦都喺中場咧係睇得好通啊！咁啊，同第一場嘅總決賽一樣啦。大連萬達喺中場方面咧就用曬三個外援嘅名額，咁只係咧配合一個李明嘅啫。咁啊，繼續比賽。崔曼石呢個咧就係啱啱服完兵役咧，而咧係再翻翻嚟咧係蒲項濟江噶。耶森，伊拉克嘅外援。咁而喺整個韓國嘅聯賽入邊咧，其實好少就比較少啲來自東東嘅外援球員噶。好啦，高盧華洛夫咧點樣先？哎呀，呢個波係失咗啊！咁啊，耶森啊搶翻，費士堂呢個波冇越位啊，黃濤有冇機會入波？哎呀，呢個波咧係俾對方嘅龍門啊，金利涉出嚟咧係快一步封咗呢個波率底線啦，係冇越位噶，千祈唔好以為呢個波係越位啊！咁啊，黃濤咧呢個波咧就睇佢點樣咧係錯失呢個機會，咁其實咧就由呢個費士堂咧係斬埋去噶啦。啱啱咧，金利涉出嚟咧一封，再睇另外一次嘅慢鏡頭，大連萬達不能夠領先咧，非常之可惜嘅。咁啊，但係唔緊要啊，逼得個角球啊，咁啊睇角球點爆炸先，一開出嚟，咁啊第一條柱咧已經俾孔文培咧係包到個波啦。
咁啊，孔文培咧系啱啱头先个波亦都系逼埋嚟逼得好噶吓，呢个波咧系有少少系甩多啊，散咗落对方球员度。睇点先？呢个波再转两转，哎，呢个波咧终于啊搏翻呢个啊呢个盖东咧埋逼对方球员嘅时候咧系一个球证咧吹罚咗佢啦。嗱，再睇呢个波啊，一逼逼甩咗噶吓，但咧系球证咧示意咧系罚球啊，比赛咧出翻嚟啦。好啦，咁啊中间睇睇呢个高路啊，呢个波弊啦。你話高路華洛夫一攞嘅時候咧，對方球員已經係犯規嘅啦。咁啊，見到咧係黃善同啊，呢個咧係30歲嘅韓國國腳。咁啊，頭先阿余介紹過啦啊，車飯跟個飯碗啊，靠佢補翻住嘅啫。好啦，咁啊，定翻多少啦？咁啊，旁濟國咧後邊咧係慢慢差翻上嚟，揾唔揾到位俾咧？揾得上去啦。呢個咧係崔文植，再俾落嚟耶森，耶森一送咧，可惜啊，個波送出界。咁但耶森咧呢、這個球員咧喺而家見到呢個博泰下啦，咁啊較早前咧交失波嗰只耶森，個博泰下咧就係嗱呢位耶森啦，咁啊喺伊拉克嘅球員嚟噶，咁啊嚟到呢個韓國好受歡迎啊佢，咁啊亦都喺呢個蒲昂濟港嘅中場咧係一個指揮人物嚟噶。好啦，呢、這個波啦甩咗啦，咁啊但係唔怕，見到慢慢咧係高路華洛夫啦，係呢個烏克蘭國腳啦抌翻埋去，俾埋後邊高炳雲，呢、這個波咧好近啊，咁啊省中呢個尼米石。咁啊，尼米石咧就係捷克嘅國腳，曾經喺90年嗰個年嘅賀歲波咧，代表斯巴達隊嚟過香港打波噶。好啦，咁啊中間咧見到咧係尼米石再搏翻一腳，啊幾個外援咧係搞搞震，一鬆鬆嘅直線，呢個波啊中間有人包到啊，大黑龍個波咧都好毒啊，跟住咧又好勤力喎，自己咧係跟住接翻落嚟。好啦，呢邊咧係慢慢攞翻定先啦嚇，慢慢咧喺後邊。咁其實蒲昂濟港都幾定㗎，啲波打啦，李星業送翻後邊。耶森嗱，往往見到耶森咧，都係墮後翻咧，係策劃好多波嚟由佢發板嘅。呢邊咧睇睇安益秀，再送過嚟崔文植。崔文植咧係睇下有冇隊友走嘅先。黃少龍走啦，黃少龍起鼻，球證咧吹罰啦。咁啊睇嚟咧，球證咧應該咧就係吹罰呢個孫繼海啊。咁啊，在場嘅觀眾咧就報以噓聲。咁啊，雖然今日入場觀眾唔多，咁但係我相信現場觀眾咧都會喺咧捧呢個大連多啲。嗱，我哋睇呢個慢鏡啊。咁啊，孫繼海一逼埋嗰陣啊，球證咧就吹罰咗佢啦。咁黃少龍喺個後邊起步嘅。咁徐宏好定當啦，呢位戴眼鏡啊，呢位咧就是徐根寶啊。咁佢咧就係而家大連隊嘅教練，係新上任嘅。咁啊，原教練呢個池尚斌咧就去咗國家隊咧做呢個教練，協助呢個霍頓咧係處理國家隊嘅事務。好啦，咁啊呢個波咧遲遲未開出嚟，睇下耶森呢。自由球點先壓車埋嚟，守門員吞啦吞啦吞啦，睇到個波出界啊，咪亦都唔需要啦，係急將佢流出去。咪講翻轉頭咧，呢個亞洲冠軍球會杯咧，其實1969年咧已經有嘅，咁去到1971年嘅時候咧就停辦，咁啊落去到1985年咧就恢復，以後咧就年年都辦啊。咁啊，南韓嘅球隊咧對上兩年咧都係攞冠軍嘅，咁啊上一年咧就係呢個蒲昂濟港啦，今屆衛冕，再前一年咧就係一和天馬嘅，咁啊好啦，睇翻賽事先。好啦，呢個波去到邊線，咁輕輕咧送翻中間呢、這個高炳雲，咁但球證咧就話示意個波咧出咗界先嘅。咁而家蒲昂濟港當中咧，就佢哋陣中呢個安益秀咧，就係過去兩屆咧都係打冠軍隊喎。即係話如果蒲昂濟港今年而家又攞埋冠軍咧，安益秀咧就連續3年都代表球會咧係攞到呢樣賽事嘅冠軍喎。啊，咁我諗都係暫時一個紀錄嚟噶。好啦，咁睇翻先，球證又吹罰啦。咁呢個馬來西亞籍嘅球證咧都吹得幾嚴謹下㗎，啊啲波咧好多時候一買咧就吹㗎啦。博泰下咧速翻後邊啊，幫手咧協助防守。咁啊，李星業咧亦都係 mark 住呢個郭海東啊，亦步亦吹啊。好啦，呢邊咧睇睇點先，李明忠咁樣送埋嚟。球證咧未到之前咧已經吹罰啦。咁啊，雖然郭海東咧就話對方球員拉佢衫，但球證話唔係啊。咁啊，球證應該罰呢個郭海東㗎。咁呢個馬來西亞籍嘅球證。呢、这個馬來西亞籍嘅球證打穩100個精神啊！呢場波因為咧監場嘅亞洲足協秘書委喺度，本喺度鄉里嚟嘅，大家都係馬來西亞人嚟嘅，唔可以冒面、所以要做得醒啲。喂，本係律師嚟嘅原底。好啦，咁啊，而家咧仲係0-0啊，14分幾鐘噶啦，仲未打個紀錄，大家都似乎咧打得幾拘緊咁喎，似乎打得拘緊喎，大家咧係直接埋門嘅機會咧就唔係多。好，而家李老友阿叔就講就見啦啊！喂，立本啊，亞洲足協秘書，早20年都有啦，20年啊，真係有20年。好啦，喂，而家李老啊，而家見到咧呢個8號嘅崔文植一跳跳過嚟呢邊，咁啊跟住咧就朴亞泰咧，呢個咧就係
係冇錯，霍泰霞咧將個波整橫，而家落咗嚟徐雲腳下喎。徐雲一叫叫埋嚟中間費斯唐，費斯唐回後，咁啊回後俾孫繼海先。咁啊睇下孫繼海又點。下一啄過嚟，尼米石第一時間咧猜過嚟費斯唐，但係呢個波咧尼米石咧猜得大力嗰頭啦。咁兩個外援咧冇辦法合拍，做一出好戲。又講啲貼士俾大家聽下啦。頭先我探到咧，原來大連萬達啊幾個外援球員啊，瑞典國腳嘅艾克隆啦、費斯唐啦同埋尼米石啦，呢三個咧，喺睇埋講埋波，陣間再講啲資料俾你聽下。好啦，而家見到咧就係呢個咧十號嘅高魯華洛夫咧喺右邊，哇兩個點，但係咧翻翻出嚟喎，咁啊呢個烏克蘭嘅外援啊出到波添喎，係一批呢個波咧出界未先？跟住見到咧，張恩華追過呢邊，啊，卒之咧將個波咧斷咗橫邊啫，唔係角球，界外球嚟啫。一抌咧抌埋呢邊，再頂冇事。咁仍然咧就係呢個咧蒲航制降嘅一個波，斬埋嚟，徐宏咧頂出咗，而家兩個咧鬥叫，球證吹罰添，球證啊吹罰添喎，咁啊吹罰咧就大連萬達添喎，咁啊睇睇啦呢個蒲航制降啊點解炮制啦？啊教練啊呢邊雙嘅。南韓的教練啊，我看看，哎呀，斬埋嚟得住，咁啊呢個波咧碌出去底線之下咧，就成為啊呢個大連萬達嘅一個球門球啦。嗱，講埋啲資料俾大家聽啦。大連萬達三個外援啊，費克隆、費斯唐同埋尼米石咧，月薪$10,000，仲要俾埋食宿俾佢，但係贏波佢哋冇獎金。咁啊，其中另外嗰啲啊。陣中嘅國腳啊，譬如張恩華啊、郭海東啊、黃圖啊、孫繼海呢啲國腳咧，月薪$3,000，但係有獎金喎，都幾和味喎。好啦，黃圖頭槌俾翻後邊，一彈彈入去中間，兩個球員咧夾埋嚟啦。呢個蒲航制降，咁啊郭海東咧比較靜啲啊。好啦，喺底線嗰度點樣先？蝕曬身位㗎啦，咁最後尾咧郭海東仲犯規添。如果$10,000嘅外援嚟講，香港嘅水平嚟講唔係貴喎。不過咧就係個食宿嗰度咧，究竟咩水平咧？呢樣嘢就真係唔知道，因為咧封建遊人啊，我睇咧都計計埋埋，應該咧為港紙$100,000一個月到啦。呢啲咁嘅外援，黃圖揾波，哎呀好嘢啊！俾咗咧係呢個咧係費士堂嗱，左手邊有一個孫繼海嘅，佢俾咗孫繼海，但慢啊，速度慢咗啦，過唔過到？過到就有計，斬埋去啊！哇，黃圖成個飛埋去，哇，過去都唔知點解走一步嘅。呢、這個波睇點先？哦，最後吹罰郭海東，佢崩人犯規嘅。啊，在場嗰啲球迷咧，我之前講過啦，大部分都係咧捧咧係我哋呢個中國大連萬達嘅。咁啊，睇睇剛才孫繼海斬埋去，首先到咧就係黃圖跳到盡頂唔到啦。咁之後就漏咗俾咧係郭海東，不過佢自己就犯咗規。好快脆一個反擊啊！蒲航制降已經去到咧左邊嘅底線嗰度啦。嗱，做咗三下假動作，再做一下扣落底線，咁睇咧最多都攞個角球嘅啫。我睇咁啊，蒲航制降咧上半場打到而家咧，好似都係第一個角球嘅。張欣華去過咧修咸頓試腳，咁啊反應唔錯啊。咁啊，宗師咧嗰個修咸頓嘅領隊咧。對呢、這個范志毅同埋佢個試腳嘅結果咧，其實幾滿意。但係咧，要解決點樣去英國踢波咧，好多麻煩嘢嘅，因為工作證又未批出啊，其他嘢究竟點樣傾咧？呢樣嘢咧，可能下一個球季先可以成事啦。內灣入嚟，後邊冇人嘅，點解啊？走曬前柱喎，三個攻擊球員。咁而家回防嘅黃圖咧，就搏一搏腳先啦，俾孫繼海，再俾翻佢。咁可能再要利用孫繼海啦，冇錯。咁呢個大球場咧，經過咧係週五晚上兩場咧，速度咁快、咁劇烈嘅賽事，再加埋頭先啊呢個伊朗對沙特阿拉伯嘅賽事咧，其實咧哇都一忽忽噶啦，咁啊難為呢啲球員啦。好吧，李明轉過嚟咧係左手邊，咁啊睇下費士堂追唔追到啦。嗱，追到都冇用啊，因為咧係實際嘅，對防守球員嚟講咧，呢個波幾容易包抄噶。踢上去第二層的看台，搞到觀眾雨華華，益曬可能有些觀眾了。耶森將個波解圍，但是不是很遠的，得個高字。李明，哎呀，甩腳啊！好了，反擊，三個打四個，轉，哎，好彩張欣華呢個位置靚啊，位置靚，cut到啱啱cut咗呢個波去路。
送俾咗费斯堂，再由张恩华。好啦，既然上得咁上下咧，张恩华咧亦都搏脚上埋去啦，后面都够人嘅。再俾李明，后面有鬼，哎呀睇唔到啊！咁结果咧，而家咧就由咧伊拉克外援咧耶森咧喺右手边慢慢推啦，斜传俾咧黄善雄，后面仲有一个，有冇越位？有啊，黄善雄前面嗰个啦。咁可能咧俾黄牌啦，因为咧我哋见到咧庞正咧举咗个旗系示意越位咧，见到呢个八号嘅咧崔文植仲咧起脚嘅。可能呢次有口头警告啫，咁佢咧撒冧啊，已经系撒冧醒噶啦，因为而家咧球例都好严噶啦，吹咗鸡，你仲夹硬踢个波出界或者咧踢射门嘅话咧，即系分分钟咧会咧系两面黄牌嘅。20分钟呢场亚洲冠军球会杯嘅决赛咧，两队咧暂时都系打成平手嘅。咁但系睇呢个而家呢个形势，我就觉得咧系南山嘅大连万达似乎就已经系控制到呢个战局啦。如果萬達真的贏的話，就是在中國球隊第二次拿這項賽事冠軍，上一次就是遼寧隊。好了，看回這個賽事先，徐宏包了這些球、很定當、跟著哇，對方呢是高魯華高洛夫呢是不斷扔過來，幸好是解圍回來，先強輕輕一批，哎呀糟了，這個球呢，劉傑怎麼辦？劉傑呢，原來呢就是這個原本是大連二隊的青年隊的球員呢，今年呢就被他擔正了。好了，前面李明摸腳來的，一送前面，哎呀，這個球是頂好的，黃圖轉身射這個球，但是可惜啊，這個球一傳一射 原來是越位，這個球好彩，真的，如果不是就真的喊得一句句了。這個球這麼漂亮，郭海東一比的時候呢，劉燕一比下來，郭海東一頭就一批，這個時候呢一撞的時候射得真漂亮，但是旁正那邊原來早舉了越位旗的了，這個球如果入的話真的有股講，喊得一句句了，真的。咁啊，嗱，好靚啊，黃圖呢個波，個黃圖係陣中最高嘅球員，1.87米。好啦，又嚟啊，郭海東俾喺隔離呢邊，壓龍點先？做好短啊！啊，黃圖一接接起個波咧，係彈中對方嘅手，咁啊球證咧就俾呢個 Hambo 啊，咁啊見到呢個費斯堂行埋嚟啦，咁啊李成協助呢個波，嗱睇下先，個波一接嘅時候咧，其實波打手嘅嚴格嚟講，不過球證證明好嚴啊，嗱冇所謂，你而家咁吹都冇所謂，但係之後咧有同樣嘅 case 咧，一定要咁樣吹先得，啊，否則嘅話咧就。判決咧就唔欠缺咧同一個準則啦。耶森啊，企喺前面頂住個波，冇俾佢踢住。黃圖企喺度，郭海東啊企喺度。咁啊，睇下點先啦。咁啊，大家都好緊張，因為呢啲位咧係食烏位嚟噶。金利士咧呢、這個24歲嘅守門員咧，亦都係相當緊張啊。嗱，睇下呢個角度咁睇咧，黃圖會用右腳射，郭海東啊左腳射。看看邊個嚟啦，拔咗兩個，仲有留意話後面仲有個張恩華喎，過少少有個張恩華，可能咧撥俾張恩華都唔頂，係咪啊？唔係啊，哦，黃圖咧直接射，用右腳射，但係冇用，彈得出嚟。李明喺邊線推落底線，睇下博唔博到角球啊？呢、這個波，係呢啲位置咧就如果出得到咧係有機，但係出唔到咧應該都係博到角球啊。高永雲就頭先係閂出嚟，高永雲呢個左後防球員咧今日面對住李明啊嗰邊嘅強攻咧都唔係咁舒服嘅啫。李明咧再次開一個角球出嚟，前面郭海東、黃圖等等咧走行曬位，但係可惜比較失望。哎，又好喎，又俾佢攞翻喎。嗱，再出球靚嘅得唔得咧？唔錯啦，今次守門員單槌打出，黃圖再射，但係冇睇咁靚，後抽，哇！郭海東咧呢個波龍門口咧想話嚟一個後抽啊，咁但係個波咧唔夠勁啊，冇乜力，咁喺中間嚟解圍。咁呢邊咧李星傑咧立即係騰出嚟啊！咁啊，黃圖如果頭先射嗰個有較早前撞柱嗰個咁靚好啦，但係可惜咧就射唔翻個腳啫。哇！呢輪咧，龐濟廣咧，俾呢個大連咧係撳住咧，打到咧係騰騰震啦。好啦，定翻先，黃善雄，喂，又弊啦，又中一粒啦。黃善雄咧想話鏟都鏟唔到啊，再傳出嚟又好喎，撞下撞下咧，大家有啲亂啦呢個時候。好啦，睇翻落地先，費斯堂插翻後邊，李米石再撞過嚟，郭海東右邊有呢個李明，俾到李明，郭海東啦手揚揚，俾翻郭海東頂到，但可惜高出頂到，但係高出。啊！呢、這個波咧，郭海東咧都好嘢。咁但係咧後邊咧就見到佢哋嘅安益壽啊，點我介紹嗰、那個連攞兩屆冠軍嗰個球員嗱，安益壽咧睇到慢鏡嗱，安益壽咧頂住佢嘅啫。如果唔係咧，個波褪下一步啦。咁啊，李明呢個波咧的確交得唔錯啊。咁啊，郭海東咧可惜啊攞唔到。如果郭海東呢波能夠咧係後上少少批都好啦。啊，黃圖前面打得唔錯嗱，再睇咧較早前咧係黃圖起腳嗰個慢鏡嗱，你睇佢。呀、啊！呢、這個食唔正啊，食正好啊嗱，郭海東再嚟個後抽，但係都冇用喎。真係陰功啊！阿黃圖咧，頭先個波如果射翻個撞柱嗰個咁勁咧，就好啦。但係可惜係射唔翻。喺、這個波咧跳起心口，自己挨翻落嚟啊！費斯堂中間
尼米石上咧又甩咗啦。好啦，高路华洛夫，牛正士俾咗继续啊，冇啊，唔好炸底啊。黄桃交喺后边，艾克龙转方向，但系冇用啊。李明一走咗上去啊。咁啊，呢个博大厦咧系今日踢波次数咧就唔系好多咋。好啦，又系博大厦，咁啊猛咁揾自己队友啊，我迟迟都踢唔出，唯有咧系交喺后边，孔文培、高炳云。一浪上去啦，朴泰下已經走咗入去啊，咁但係冇用啊，呢個波頂翻上嚟都冇自己隊友，咁啊都好啊嚇，博翻個界外球嘅啫。劉玉健咧立即係褪翻轉頭，崔文植啊走嚟幫手，但係俾崔文植喎嚇，一殺出嚟嘅時候咧，又係都呢個龐濟鋼咧係控球在腳啦。個龐濟鋼都幾精啊，咁啊頭先俾撳一輪咧，而家咧就慢慢咧差翻定先，俾自己隊友咧係有得唞下氣。李星業、黃志龍又再踢翻後邊。咁啊！而家望下咧，就全部大連嘅球員都褪曬翻嚟噶啦，個波又落翻安益秀度，隊角箭斬佢。呢邊咧係冇啦，咁啊撞嘅時候一跳起咧，就見到劉玉健咧係俾呢個朴泰下咧係撞低啊！咁啊球就嗱，大家睇埋眼啊！呢個波一分一撞啊，膝頭哥可能頂一頂尾龍骨添喎。係啊，揞到條腰骨啊！咁啊而家咧跌咗喺度，咁啊球證咧睇佢掂唔掂？好啦，球證咧話叫攞擔架床出嚟啦。可能要換人啊！可能要啦，可能揾到條尾龍骨啊！我見到大聯萬大有啲隊友咧埋去咧就打個手勢，好似我哋見啊，即係籃球換人嗰個手勢啊！好，咁啊擔架床又出啦，軍醫自己球隊嘅軍醫咧亦出，睇下能唔能夠繼續比賽。呢下硬硬條腰骨都幾傷。我睇睇啦，而家咧就係大聯萬大呢邊傷咧，亦都有後備球員咧係準備咧隨時入替嘅。球賽係暫時停頓，而家已經打到上半場嘅26分鐘㗎啦，仲未有紀錄啊，0-0啊！呢一場冠軍球會杯嘅決賽嚟睇睇慢鏡嚟，哎呀，一硬正條腰骨啊，個左腳膝頭哥啊，硬正條腰骨咧搭落嚟，幾傷啊！呢下我睇到，唉，徐根寶咧就好緊張啊！咁啊，睇睇呢個球員咧能唔能夠繼續比賽，唔得就換人，指手畫腳。換啦！我睇要打咗手勢啦，確定咗要換人啦。咁啊，三號嘅吳俊咧已經遞咗紙添啊！咁即係話咧，大連萬達呢個咧係右後衞嘅劉玉健咧，打到27分鐘，冇辦法可以比賽。咁頭先個波咧，我哋見到咧係呢個朴泰喺一升起中間喺空中嘅時間咧，個左腳膝頭哥已經咧係兜住嗰啲尾龍骨嗰度咧，啱啱跳起撞埋去啊！咁樣而都導致到嘅咧，劉玉健係重傷嘅。嗱，呢位就係咧係三號嘅球員啦，吳俊。呢個球員咧後生嘅，21歲。咁佢1995年咧曾經代表呢個中國青年隊打亞青杯決賽嘅州嘅賽事㗎。咁啊，今日咧就啱啱喺27分鐘左右咧就對自己隊友咧係咁樣撞親咧就係離場。咁啊，好多時候咧咁樣跳起撞親都唔係咁嚴重。咁但係我諗呢個波咧就可能真係咧嗰下力點咧。是撞得尾龍骨很硬啊！否則之話如果不是咧，唔會咧係唔可以繼續上陣。咁啊，徐根寶咧好緊張啊，咁啊親自陪住呢個球員出嚟搞呢個換人嘅手續。咁啊，徐根寶咧係較早之前咧就喺呢個廣州嘅重日隊咧做呢個領隊噶。好啦，咁啊呢邊要台離場啦喎。台離場啦，劉玉健唔能夠繼續比賽啦，肯定咧要換人啦，大連萬達。冇錯，而家換咗咧三號嘅吳俊啊。吳俊咧入替劉玉健啦，劉玉健唔能夠繼續比賽啦。好啦，球賽咧就繼續噶啦喎，而家。尼米石咧攞到個波先，咁啊跟住俾過嚟呢邊嘅徐宏再搏一腳過嚟，啱啱上陣嘅吳俊，而家吳俊左腳咧攬埋嚟中間，費斯堂咧唔去得，日回後咧將呢個波咧俾咗阿徐宏先，咁啊徐宏及喺前邊，慢慢嚟，仲未曾咧就係放出，而家放過嚟右手邊啊，俾咗張欣華，好，張欣華一個過頭波咧剁前啦，哎呀，黃圖想話去唔到啊，頂出又落翻落去啦，呢個李明嘅腳下，李明而家喺右路狂放啊，哎，急翻轉頭，大家鬥搞。三個叫埋一堆腳困腳，最後呢個朴泰下咧攞到個波，又俾邊誰？哇！搞咗一大輪，哎，足之如人得嚟啦，拖鬆佢啦，斬，冇錯，送埋嚟中間漏油啊！哎呀，機會好彩啊，有個包抄啫，如果唔包抄得到咧就有難啦。好彩呢個李星業包抄到，朴泰下喺左手邊咧替黃濟鋼咧整個直線去前邊，但係俾咗落張欣華嘅腳下，話張欣華一斬，哎呀跌門嗰頭咯，
王濟鋼嘅守門員金利薛咧就係好輕易咧接咗呢個波，跟住放低大一程咧準備開出，已經打到上半場嘅接近三十分鐘，仲未有紀錄啊，零比零啊，兩隊都未冇辦法咧係射入波。好啦，咁啊帶出禁區外邊咧，金利薛咧即刻咧就係踢呢個波出嚟。哎，頂翻轉頭，徐宏勾一勾佢，冇錯，勾過嚟呢邊，咁啊跟住咧見到咧孫繼海咧右腳再搏一腳咧掛出橫邊界外。達連曼達咧，佢頭先傷咗一個劉玉健之後咧，佢哋咁樣調動嘅，孫繼海就移去右後衞，咁而咧換入嚟嗰個吳俊咧就係填翻咧左後衞呢個位置，咁啊大家睇落去咧陣間會知噶啦。好啦，而家界外球抌咗入嚟啦。蒲航濟貢咧喺上半場打到而家咧，即係老實講啊，攻勢除咗少之外咧，佢哋未射過門嘅。高路華洛夫，好啦，黃少雄想俾佢啊，好啦，截到張欣華再彈翻後，費事堂，好啦，要踢啊，啊一個後爭，瀟灑啲，哦呢下仲靚，細細力，咁啊野心犯規啊，咁啊唔俾都得。個波已經肯定可以落翻喺大連萬達嘅球員嘅腳噶。嗱，剛才呢下咧，後爭嗱，仲有一下細力啲嘅，係啦，呢個都係吳俊啊，啱啱換入嚟打左後衞嗰個球員嘅。罰球已經開咗啦，亦都係右手邊嗰邊，郭海東攝過咗，起唔到腳啊，起唔到腳啊，弊啊！呢個波咧，其實向住角球幾個方向流去嘅，咁佢一路要追，一路要咬腰啦。那個難度很高啊！機會真係無可否認係大連萬達多啊！孫繼海呢個高波咧，就係咧喺禁區斜傳橫過，最後尾咧郭海東係射高嘅。咁啊，大連萬達比較有著數嘅地方咧，就佢哋亦都多一範高波打，可以斬俾咧黃圖或者咧郭海東。高炳雲是要轉回他們右腳再斬吳俊就頂前費士堂過了一個再給他前面郭海通得住個位置很漂亮海轉到右手邊李明那邊就更多人還有後上的孫繼海最重要等埋孫繼海、哦、不是啊可以自己射了省重帶出來那爺心就拿到了好了再策動攻勢給回17號的就是朴泰下然後呢在一個高波去那邊越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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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正已經舉了黃善雄咧就係燥啊，有啲燥啦。咁呢位菲律賓嘅旁證咧就係都反應好快啊，即刻舉旗。呢個二位波咧已經開咗出嚟啦。孫繼海啊，估唔到佢咧移翻個右手邊嗰度，可能個位置上我覺得仲啱佢啊。咁唔係啊，唔使下咧叫翻只右腳。黃圖啊頂翻後，冇人接應，高路華洛夫就彈翻後邊啦。咁睇嚟都要高波啦，吳俊咧就褪後頂到個波，送翻過右手邊嘅高路華洛夫，睇個情況佢自己決定自己扭啊。朴泰下係唯一一個咧係有黃牌在身嘅球員，落點幾靚啊呢個波，哎好彩咧孫繼海壓住啊，咁仲吹罰咧係呢位咧黃善雄添。咁啊，黃善龍咧教到之前咧，佢係個膝部咧係受到一次好嚴重嘅重創啊！咁啊，今次嘅傷咧係令到佢咧係短暫咧離開咗國家隊咧，足足有成兩年咁多噶啦。咁最近得到咧車范根嘅重召咧，原因就因為喺呢、這個喺呢個皇朝杯啊、南韓隊嘅表現係唔好啊，以及世界盃外圍賽等等嘅賽事嚟講咧，都係覺得嘅功力方面應該係增強啊。咁好似黃善雄呢啲咁球員先會重召啦，而咧係金柱成嗰啲咁嘅球員咧，車文根有一段嘅時間都諗住咧重召翻去嘅。又係孫繼海嘅世界，我前邊三廿碼內都冇人喎，最近嗰個球員就李明，咁啊仲有一個咧就是、尼米石啊。上半場嘅攻守速度咧，到呢個時間就慢咗好多噶啦，大家睇到。好，吳俊斬埋去點樣先？落點都唔錯啊！哎呀，誤會啊呢、這個波。嗱，呢個波好明顯就係大連萬達嘅雙箭頭誤會啊！咁如果咧係黃圖咧，係俾一個示意或者佢都出咗聲都唔頂，留俾黃圖咧，咁啊點啊？喺禁區頂嚟噶，應該係出界啦。咁啊，形勢都幾明朗下，咁啊睇下上半場咧係剩翻個十分鐘嘅時間咧，
咁而家咧係呢個大連萬達可唔可以咧就係入球啦？哇！呢啲咁嘅草地咧，其實好多忽都係咁噶啦，不過特登咧揾一忽俾大家睇清楚，同埋推個鏡頭咧推埋去俾大家睇清楚，基本上咧好多忽都係咁噶啦。咁真係要小心啲啊！咁我記得咧喺第一場嘅比賽入邊咧，沙特阿巴嘅龍門咧，因為呢啲咁嘅陷阱咧，其實喺下半場嘅30分鐘咧都係咬咗柴啊，一路打落去嘅都係咁噶啦。艾克隆。尼米石同佢嚟个撞墙啊，落低先压唔到啊，咁最后尾仲系球门球添。咁呢个波咧，雅龙都好快噶，突然间变速啊。咁啊，雅龙咧就系瑞典国脚，打过呢个马毛队噶。咁呢位咧就系头先包内嘅孔文培啦。咁呢啲咧，当然见到咧系有中国国旗咧，就应该系大连队嘅勇等啦。咁啊，其实大连队咧今次亦都咧系有啲球迷协会噶。咁啊，讲翻咧喺大连嗰个睇足球嘅气氛系相当之热闹噶。咁啊，佢哋咧好中意足球噶，大连人。好啦，咁啊睇翻呢個賽事，咁啊冇球證啦，冇吹罰啦，咁啊尼米石都翻嚟咧，快一步將個波踢咗出去界外先。暫時0-0嘅紀錄，嗱呢度咧就係大連咧係大連市嘅球迷協會啊，咁啊成個市咧就相當支持呢個足球活動噶。嗱四號咧頭先我哋見到啦，阿劉玉健咧就係離場之後咧，而家就可以慢慢咧試下咧球場咧係慢步。好啦，我哋睇翻賽事，撲泰亞交翻後邊。咁睇嚟咧要踢去右邊先得啦！哎呀，呢個波啊踢得後少少，但係唔怕，應該追到呢個波5-0啊！李成業攞到，但係可惜喎，佢又送得真係冇力喎，送咗落去俾呢個費斯龍，費斯龍一比，郭海東中間想話收壓壓唔到，哎呢、這個波郭海東收壓都好啊！咁但係依然咧俾郭海東喺嗰邊咧偷翻個波啊！哇，相當之努力啊！傳翻出嚟李明，李明接埋嚟，旺道頂唔頂到？頂到，但係冇用，呢、這個波同對方嘅安益壽一齊跳頂嘅時候咧，睇嚟咧安益壽咧可能咧係撞到眼角喎，嗱呢個波球證嘅示意咧，將個波踢咗去先。咁睇嚟咧，安益壽咧可能咧係爆咗眼角，可能咧係流血都唔頂喎。嗱呢個波有冇事先嚇？嗱啊就唔係呢個後枕嗰邊喎，應該係撞到，應該就俾呢個黃道個頭咧冚乜嘢㗎啦。咁啊硬食黃道一下，哇黃道個頭咧睇咁大，呢、這個大頭仔咧俾佢撞一下咧，嗱你真係，哇你直接咁樣揈落嚟係啊！揈到啊，咁啊揈到啊，咁啊安益壽啊落嚟咧，立即咧係嗱喺嗱睇呢個角度睇得好清楚啊！啱啱耳仔後邊啊，耳仔後邊個位置，咁啊撞起又而家個滿天星啦！佢而家啊起翻身，揾啲冰咧冰一冰佢先，啊震一震痛先。咁啊，但係咧，因為咧啊，佢一定要出場治理㗎嚇，咁啊，所以咧球賽唔會等佢嘅，除非你係守門員啊，守門員一定要等你啊，示意踢唔踢得或者換人。普通球員咧就一定要先出場啊，冇事冇事啊，呢啲冇嘢嘅，係打波撞撞嘅啫。咁啊，大連隊亦都唔要啊，將個波係俾翻佢啊，體現呢個公平競技呢樣嘢，真係做得相當好噶。好啦，我比賽咧重新開始。個大連咧又上嚟逼啊，李明咧係逼到咧對方咧係忙亂當中咧係踢出去，咁但係亦都係省中咧係大連嘅球員噶。高炳雲再掟埋嚟。好呢、這個波咧係前面黃少雄一個頭槌俾到自己隊友崔文植，崔文植咧扯得好空啊，咁啊過度咧冇曬人噶，咁啊睇睇咧係李成協點先，咁啊好多窿啊呢度啊，小心啲啊，好想話想話接個地波又接失咗啦，好啦呢邊咧睇睇唔進，呢、這個青年隊嘅球員咧睇點啊，嗱佢應該係想話俾呢個郭海東大啊呢李明，但係可惜啊個波高咧就咧李明咧係轉唔到啊。咁啊，郭海東咧就好怒氣，中間就話俾阿吳俊咧，點解你唔俾過嚟咧咁樣啊？因為郭海東中間咧現咗身，想攞個波，但係冇俾唔到佢噶。好啦，而家咧蒲向濟講咧，可能知道自己咧就對攻咧都唔係咁著數，所以咧就喺後邊咧幾慢下，情願咧前面咧揾機會咧先送上去噶。嗱，又係黃善龍啦，好好腳法，最好腳法呢、這個。咁啊，大連都兩個人招呼佢啊。咁啊，終於咧李成業啊偷到個波喎，再落嚟啊，黃善龍點先？啊，呢、這個波犯規啊！費斯唐咧犯規啊，因為俾黃善龍壓嘅時候，費斯唐咧一手推佢啊。咁啊，黃善龍咧好腳法嚟啦，呢個波硬硬推佢啊。因為費斯唐呢個瑞典有12次代表國家隊上陣嘅球員咧，就亦都要用呢招如來神掌啦。啊，唔因為唔拉佢唔掂啊。你俾黃善龍咁樣攣入去呢個球員正則暴大力紅啊。你俾佢攣入去咧，分分鐘有機會咧係製造個危險噶。好啦，呢、這個波咧旁正咧示意後少少啊。崔文植過嚟呢一邊咧係。出波咁，崔明哲腳法都好好嘅，但可惜今日咧都係嫌佢咧踢波次數少啊。好啦，一扯扯落嚟，睇睇心面點先。哇！呢、這個有啲危險，再射埋嚟，再批到，已經出咗界啦。呢、這個波已經出咗界啦。咁一輪嘅混亂當中咧，就係、是、呢個蒲航濟講咧係
在今天这场赛事第一个最有威胁的埋门，黄善雄成队友射埋你的时候将球改变方向。我们看慢镜，出名直个球一扯出来，守门员韩文海将球刚刚打到，但打出不远，已经有人伏兵城下起脚，黄善雄再加一个头槌，可惜改变了方向，但都不是飞向龙门。我们再从这个角度看得更加清楚，这个球刚刚不是很够力打出来，一改变方向，如果这些球是个球是向正龙门位置入的机会是相当高的。好啦，咁啊，大连立即又嚟啦，喂，韦斯堂起脚啊，起脚啊，呢、这个波咧，但可惜一撞撞翻两安益寿，落翻嚟，麦克龙转过嚟呢边，李明一堆堆埋嚟，过头咧弊啦，过头咧就呢个盖东摄咗入去噶啦，可惜啊过唔到头啊。好啦，中间猜定，慢慢嚟先啊，因为咧你太急咧就前面咧未走得上去，呢、这个波咧睇嚟咧先计可以睇住个波出界都得啦，冇错啊，真系睇住个波出界啊，咁已经咧进入咗40分钟噶啦。咁啊，紀錄啊，仲係零比零喎。睇嚟上半場咧，可能咧呢個紀錄咧係結束嘅。好，而家見到咧就係大連萬達嘅球員咧控球在腳啦。而家見到張恩華咧將個波咧俾咗費斯堂啊，費斯堂左腳咧扯回嚟呢邊啊嗱。我睇睇，哎呀，呢、這個波頂埋嚟中間咧又唔掂喎。黃圖頂埋嚟中間咧，俾唔到自己隊友。而家輪到白衫嘅呢個龐濟降出啦，守門要出啦，呢啲波韓文海一定要出，冇錯，出嚟踢咧左彈佢一落咗嚟椰心嘅腳下喎。咁啊，呢個耶森咧就伊拉克嘅外援球員嚟噶。好，有翻啲攻勢啦。而家扯過嚟呢邊嘅李星業啊，李星業咧轉方向過嚟呢邊嘅高魯華洛夫，同隊友一個撞牆咯，落翻嚟高魯華洛夫度接近底線出波，出到守門員接，冇錯，韓文海出嚟咧就接近五六碼嗰度咧就係接住呢個波，跟住咧揈出嚟呢邊嘅艾斯堂，瑞典外援。你左腳好熟嘅呢個球員啊！左腳咧將個波咧扣翻後，尼米石轉方向啦，轉過嚟呢邊啦。孫繼海啊，一路帶咗程咧，斬埋嚟中間，又係頭槌攻勢，唔知邊個頂到？哎呀，門前運箭，係間操射冇力。李明咧間操轉身射咧冇力啊！呢個波慢慢碌埋去咧，就俾金利涉咧係接咗呢個波嘅。42分鐘啦，上半場嘅42分鐘未有紀錄，零比零啊！呢場咧就亞洲冠軍球會杯決賽嘅賽事，大家都冇入波。哦，一路帶啊，金利涉咧帶咗出去禁區外邊，然大個高波咧掛去前場，又俾張恩華頭槌咧頂高咗先，咁兩個都頂唔到呢個波，耶森咧將個波回後隊友俾唔翻耶西啊，一撞撞甩咗，咁啊又落翻去啊李星業度，斬過嚟呢邊。又見到孫繼海一頭咧撞翻出嚟，李明好努力啊！翻嚟後場攞個波一路帶到去前場，好啦，跟住哎呀，嘥心機啊！呢個波嘥咗一番努力，踢過嚟呢邊咧，完全係冇人接應，即係碌出去橫邊嘅。和向濟光一加埋球，一抌就抌入嚟，高路華洛夫啊，俾翻後邊先。好，呢個頭槌升得靚啊，頂得靚㗎，唔進點知係頂咗落耶心度，耶心交下交埋嚟，中間冇人接應，徐宏。唉，唔好搞啦！大腳咧，高波清咗過嚟呢邊先。第一個波撞咗李明嗰度喎，李明將個波咧挑翻後，孫繼海咧再一個掃把腳將個波咧竇出去橫邊界外。高炳雲抌界外球啊！你漏油就啱啦。哎呀，點知一篤咧篤過嚟呢邊，一球正啊吹罰喎，吹罰蒲向濟光啊！冇錯啦，因為將呢個艾克龍咧勾跌咗嘅球正吹罰之下咧，就啱啱過咗前場。是大連萬達的一個角球，看看慢鏡怎樣勾跌這個艾克龍了，勾跌了艾克龍，勾引這個就是李星業來的，這個罰球都是直接慢慢彈，一彈尼米石給回過來，孫繼海在右路立回來中間兜一個大圈，哎呀，篤甩咗，好咗尼米石咧，包翻個位，攞翻個波，將個波回後咧，俾徐宏啦。而家徐宏咧就俾翻過嚟呢邊嘅孫繼海，斬啦，冇錯，孫繼海咧斬埋喺12碼點，哎，踢咗過嚟呢邊，越位啊，弊啦。哎，呢個波呢個旁正咧就舉咗旗咧，就話郭海東咧越位嘅，又係禁區入邊嘅呢個旁濟降嘅一個藉口，快開佢藉口咧，即刻開出李成協，李成協咧帶咗程之後又點咧？掃把腳一彈。喺高路雲洛夫咧攞唔到啊！呢個波俾吳俊咧攞到，俾咗尼米石，跟住艾克龍，艾克龍咧扯過嚟右手邊，右手李明啦。嗱，李明不斷咧係教跑中間咧，教過嚟呢邊郭海東，郭海東頂埋嚟中間，黃圖飆埋上滑頂啊！唉，唔掂。咁
咁啊呢啲波就係咁啊路數就係咁啊路數噶啦，斜角咧斬埋去，咁啊壓埋嚟中間一個二傳咧就俾中路嘅攻擊球員咧埋冚，咁啊但係唔成功啊，呢次嘅合作就唔成功。黃濟剛啊攻勢啦，好帶咗程先，扯過嚟呢邊高路華洛夫一腳龍門出接曬，哎又唔敢接啊，拍出就唔敢接啊呢、這個波。好扯埋嚟中間又唔掂。出指咧俾孫繼海左腳咧，中個波咧附咗喺橫邊。黃濟剛嘅界外球，高炳雲咧抌埋嚟中間，俾咗孔文培。孔文培又沽波，頂啦，應該頂一第一個頂唔到，徐宏咧跟住又再頂，頂咗過嚟呢邊。啊，大鐘咧就已經係夠鐘噶啦，而家補時當中，因為有球員咧受傷，起碼補翻多少？頭先劉健咧受傷啊，耶森啊帶咗程過咗一個，古又走咗，徐宏包到。呢、這個耶森啊出術啦，後邊啊掹人啊，成個徐宏咧俾佢扯跌咗。乜球要吹罰？應該咧差唔多噶啦。咁啊補時咧補咗一分鐘嚟睇點樣掹跌咧呢、這個徐宏啊。古古畫畫噶呢個耶森啊胡叔佬。咁呢個係伊拉克嘅外援啊，浦項濟鋼嘅伊拉克外援。韓文海咁啊準備開呢個罰球啦。一腳黃圖頂啦，兩個都頂唔到，扭過嚟呢邊。嗱，郭海東咧追到過嚟左邊啦，硬做假動作，調翻大位，又吸翻去左邊嘅細位，跟住咧左腳又唔出，一比比過嚟呢、這個費斯堂，費斯堂咧係咪咧？佢唔係，哎呀，因為佢插花就好嘢啊，斬過嚟 set 埋你中間，哎呀，俾人頂咗添，就係啦，俾呢個安益秀咧頂咗，而家安益秀咧繼續咧掠翻呢個波添喎。有一個直線喂埋嚟冇用啊！徐宏世界完全咧就冇白衫嘅旁濟鋼嘅球員，咁啊上半場咧接近完場啦，我睇嚟咧都係0-0嘅紀錄，應該尼米石俾亞克隆，亞克隆咧猜過嚟右手邊嘅孫繼海，好李明咧沉底啦，睇出唔出到呢個波，俾人抱住出唔到，哎困翻自己只腳添，應該係球門球冇錯。最後咧李明只腳咧困個波出底線嘅，咪應該咧就係旁濟鋼嘅呢個。球門球啦！哇，保時補咗兩分幾鐘啦。不過頭先咧，事實上咧，劉玉健受傷離場跌出嚟腰骨嗰陣咧，就阻咗好多時間真嘅，可能補翻嗰段時間。一開出嚟，尼米石頂到，誒，但係球證咧吹罰喎，吹罰咧旁濟鋼。其實呢個波可以俾得益啊，因為咧係大連萬達嘅球員攞翻波嘅，吹咗啦，冇計啦。尼米石响一拨过嚟，费斯唐，这个波甩咗啦，耶森咧撞甩咗佢个波，咁跟住咧黄善雄自己带，哇布达利雄，哇掹都掹唔住啊，黄善雄咧一推啊过咗呢个唔进噶啦，跟住喺右手边佢又唔出喎，扣翻转头，仰下仰下，而家再度推落去，撞埋一堆冇人接应，而家先见到后边赶上嚟咧，有个咧就系李成协接应，李成协咧炒埋呢边唔开唔开，漏咗佢啦，冇错，接唔接得罢呢个波，咁最后咧就韩文海咧捞翻佢埋嚟，正话斩波呢个24号李成协啊，好啦，球证咧终于就鸣笛，咁啊上半场咧系两无纪录喎，咁啊0-0咧就系结束上半场，咁啊上半场大家埋门嘅机会事实上咧都唔系。